哎，哎，怎么全部数字都是零呢？因为今天我请客嘛。你什么时候请我看电影啊？等将来有机会再请你。我千万不要讲将来啊，因为将来可能是世界的末日，是不存在。也不要讲过去，因为过去呢不过是脑细胞模糊的录影，也是不存在。最要紧的是抓住现在，因为现在才是永恒嘛。今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Johnny。 Johnny。 你呢？ Sophia。 Sophia。 Johnny， 我先走了。拜拜 Sophia。 拜拜学着点啊。拜拜 Johnny。 拜拜谢谢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很久了。你真行啊，见了漂亮的妞就请吃东西，还做个人秀。哼，刀法比小李飞刀还厉害，今天我倒想要领教。来，哼，大刀，刚才你不是很拉风吗？快点。我什么我？快点！丢人现眼，你差得远呢。在这儿呢。哎，打网球最要紧的是腕力，那就像我一样啊，先顶着手，然后拍他，你拍什么拍？你会打网球吗？打网球。谁不知道啊，每年称霸西门町的锅铲双雄啊，就是我跟洛卡。什么叫锅铲双雄啊？同性恋。哎呀，大厨师，你得过奖杯吗？杯？81年的杯呢，我是用来装柠檬的。82年的杯呢，我是用来装蒜头的。小巫见大巫，说准了。迷你。83年的杯呢？我是用来装垃圾的。你的手都磨了，怎么打网球啊？我的手磨了，他的手才磨大嘞。哎，我跟你阿秋吧。好啊，有好戏来着呢。怕你。小心点啊，别烫着你。那现在火开的最大，预备，我要跟你火拼。开始。稳住！凭你这块料啊，应该去耍杂技呀、啊！这叫知道黄龙。哎呦，这招叫棒打狗熊。你没事吧？这叫百步穿杨式眼镜。回去。
Thank you.